好，第16题，我们要 solve 这个 trigonometry equation。So 我这边 tangent square tangent 减10。So 这一个呢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3y square 减 y 减10等于0这样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开括弧等于0。So 我就有 tangent x 3 tangent x，然后2 50。减六加五，它变成减一，所以我的 tangent x 等于二，然后还有我的 tangent x 等于减五个三，所以我在这一边，我的这一个的 basic angle 是 arctangent 二，shift tangent 二，然后我拿到的是63.43度。然后 ASTC tangent positive 是这两个 theta 跟180加 theta，所以我的 x 呢是63.43度，然后还有180加就243.43度，然后这边我的 basic angle 会是 arctangent 53。所以我拿到的是59.04度，然后我在这一边 ASTC tangent negative 是这一个，这一个是180减 theta，这一个是360减 theta，所有的 x 等于180减59，这一个会变成120.94度，然后这一个360减它的话呢？就变成100.94，要300.94度，300.96度，96度，300.96度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 x 63.43度，120.96度，243.43度，300.96度。好，就是这样。第二题的这一个也是跟刚刚那个类似的，所以我有2sinx、3sinx、212加4减1等于0，所以我的 sinx 等于二分之一，basic angle 等于 arcsin 二分之一，然后它就会是。等于30度，然后 ASTC，so 我的 x 会是等于30度，还有150度，theta 180减 theta，so 我的 sin x 等于减2/3，so 我的 basic angle 会是 arcsin 2/3，然后我拿到的会是等于41.81度，so ASTC，so 180加 theta，360减 theta，所以的 x 等于180减这一个138.19度，OK，哎，等下，这个是180加，so 180加的情况之下呢，x 就会是等于。221.81度，然后360减的话呢，它就会变成318.19度。好，所以总的来讲，我的 x 30/5 221.81 318.19，好，就是这样。